久等。听说他回来了。他？他怎么样了？你说雪飞霜？你吃醋了？我没有。我想说，雪飞霜虽设计害我，可是自己不是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却可以为你低到尘埃里，当真是可悲可叹。你若真对他不闻不问，我倒觉得你这个人也太凉薄了。我就知道我的丫头心地善良，不过呢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你要是吃点醋，我妈只会更高兴。真讨厌。哎，不过说正经的，你要我来这儿做什么？那日要将这花冠戴在别人头上，虽然只是做戏，可我这心里还是难受得很。现在我想亲手把它给你戴上，你愿意吗？在我给你戴上它之前，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，这是我一生之中什么声音？哪有声音？我听见了，声音是危险的讯号。你怎么了？来不及了，我要去救他。救谁？救我一个朋友。来不及了，我真的要去救他。天一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可不可以借我星辰号一用？不说清楚不许去。来不及了，我回来再跟你解释。易芙玲。